感谢联票，感谢收看，超级夜总会节目是在真感人。江志峰交杯真正有够快，请咱两位报道官王梁山达过金发。安尼梁山兄，安尼本人来跟你唱好戏，再上希望你万万意哦。希望你喜欢。梁山兄，你知无？梁山伯，你唔满意？哦，就是伊哦。其实讲飞大龙陈佩琪竟然抓这只，是要来创啥位？阮家的狗啊，今猫拢美汪汪汪，啊，不过伊拢会喵。他来变娘了，还够力量劲，什么？原来唱歌这么好听。你做歌星，不是演唱会，你唱，清唱我唱歌，唱歌，先听看麦，听看麦。他们太祝福你了，太肯定，太敢。超级歌友会今天来带来宾是台语天龙蔡小虎，还有吴俊龙跟庄正台，三个讲要组队，小虎队是甘汤。小虎队他们两个是 OK 了，你也可以啊，可以吗？你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跟阮三个有啥名啊？都猪肉三明治。咱台湾人感情好歌，台湾人真情好笑，拢给你音乐的超级夜总会，唔通转台哦。欢迎收看超级夜总会，用心来做会，耶！一起相挺，加油加油！台戏的前来这位咱这创作才子江志鹏先生来到现场喽！大家好，大家好，马上挂起个走落去看什么歌唱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灯星星照着水池，人文诗意，青春难离，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啊，海风也离，人都也。从来捌唱歌，唱我足欢喜的，规个感觉足好诶。嗯，都无人甲你问咯，拢无甲落。哎，我袂讲，你个人拢亲无共款。是，所以咱这部特别照顾。是，哎，即卖你重点你的任务来咯。哦，你爱伫台顶接受大家朋友点歌。啊，恁两个爱落去。啊，好。当然。好，行，咱来。啊，要点歌啦，野手哦。哦，来咯。人生有真侪故事嘛。喜怒哀乐，大行龙洞。但西我当先讲一下无。你讲，恁会当卖点黄蓉红的歌无？我到后壁行哩吧。因讲，哎，黄蓉红来啊呢。后边，不然不是啊。我直接因为暗妈妈呢吼，我落那里排。哎，不是啦，哎，因为人讲黄蓉红的关系，所以我就安尼。青山绿水万重天。哎，你变搞笑艺人哦。不是啦，真的，所以我怎么？麻烦台上那位养红龙先生，不是养红龙，起阳梁，
卖安尼啦，说说，人家一个真正要来点歌，美女要点歌了啦哈。阿丽贝加江老师点什么歌？何时再相会？何时再相会？是有什么款的故事吗？对，你那想着要点这款的歌嘞？有一个朋友，真久拢无见面呐。所以我很想伊的，唔知当时用见面啊？查甫啊，查某的，查囡仔。友情真重要啦，吼！是，真久无见面嘛，是思念对方啦。哦，当然这是一定的。像我嘛，足久无见面的朋友，其实偶尔打个电话或怎么样，真的。当然，像电话失联，嘿，这个无法度啊。这个无法度，但是透过本节目一个好处，是看你这边可能短跟你联络不一定。哎对啊，你朋友叫什么？伊叫什么名？等于小明对啊。小明哦，是小秋。小秋哦。何时再相会？这首歌的原主唱你唱的，对不对？哦，这首歌原主唱您的不简单啊。以前呢，红遍这个大江南北，梁山兄。梁山先生是原主唱，这个歌是非常的。哎，梁山嘛，伫咱这个高雄主持广播电台。哦，是非常的有名。因为阿早来看梁山先生也来教育。何时再相会？青红灯照着过的路，不知阮一人离别着小姑娘，忍着心疼痛，心爱的再会啦，最后都。着你万事照意，啊，甲你分西东，何时再相会？来，欢迎报道哥，等来个梁山爷。酒酿的哀愁音乐，吹着阮珠泪，一时也心茫茫，要去倒一位？心爱的再会啦，最后当作一场梦。着原谅是人生无爱的作对，啊，去拼来分开，何时再相会？靠近瓜王，哈哈哈！不敢不敢，龙潭你也拍得破的，谢谢。这条歌吼，都只有一个乌桑在讲爱情的分开的，其实爱是牺牲，不是占有。所以，当地袂当回幸福的时，只有点点离开。希望伊会当有嫁得好个翁婿，是，这是很难得啊。是，查甫人爱有这个心胸的，对。最近有真侪社会安尼为着爱情的代志，做个遐尼多，互人会感觉讲会惊吓啊。是。啊，所以吼，这个这首歌非常有价值，爱是希望伊会当幸福的，唔是要占有的。对。所以这个是。啊，对内心内底，当清楚看到这个物件的时，这个爱价值就出来。是是，你甲听看麦，梁山娘这款的声音，你来暗时来听你的广播，你若无忙，我随在你。这舒服啊！这爱学啦。哇，这多啊多咧边啊，已经听到咧，已经如痴如醉啊。拄啊，梁山娘讲的，你大概讲一下，用广播声音的口气白去。爱是奉献。你做布袋啊？安尼梁山兄，安尼本人来给你唱，何时再相会？希望你会满意哦。希望你喜欢。梁山兄，你知无？
梁山伯你唔捌伊。哦，就是伊哦。伊佫都是像讲白做点歌。哎，佫来要点歌无？来来来，点歌无？因为阮这个暗时啊，听梁山的广播吼，大家心情皆真好。吃人生的态度嘛变正确。来，过来。大哥从哪里来？哎，从台南过来。从台南过来，特别来高雄跟加油一个。对。今天呢，拢是歌王伫咧舞台顶，有甚物款心境？要用歌王的歌来代表呢，你要给加油的气力。因为咧，咱都迄个台南都遮过来吼，是哇，等甲足巴肚枵的，足想要食肉粽，所以要来点一句烧肉粽。安尼哦，等甲巴肚枵就对啦，点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是。今仔日咱好时在上关主持人梁山兄来，你即摆点烧肉粽，关主持人是贵金发先生哦。对。安尼好，伊有一个规矩啦吼。嘿。你若甲话烧肉粽话愈长，伊就冲出来。哦对哦。哦，安马吉。小欢迎贵宾们的你不必自叹太难当别不耐真疼痛我阿子为多担，只要头路无半项，暂时来卖小肉粽，小肉粽，小肉粽。小肉粽，要做生理真困难，那做袂当，有志有义心通，所以暂时做一项，环境变我袂麻烦。小肉粽，小肉粽，卖小肉粽，小肉粽，小肉粽，卖小肉粽。碰过，哎呦，问下你安尼我受动不起。哎呦，去边啊？梁山兄有熟悉无？哦，啊，这我家己的好兄弟。家己的。最近啊，斗阵较大。是，去边个红英雄熟悉无？足强的，足强。陈志雄啊，陈志雄，陈志雄。哎，老师，高雄乡亲请安一下。好来，在场所有乡亲，过金福岛，大家发啊！咱两个较细个，今天两大歌王伫遮。不过头拄我咧想吼，即个桂老师吼，我咧听伊咧看伊咧小，你敢知其实我伫咧看。
看，我看诶，内底有唱收音机啊，唱啥物件？那我都好长哦、喔，真的。欸、女生不要随便讲好长哦、喔。喂喂，没有，我是说她那个声真的拖很长哎、欸，很难呢、欸。两位歌王在家，那讲梁山爷是一代表歌曲，佮一首真好听，叫做《风流阿高兄》，要听无？喂，你在哼着咧话。风流阿高兄，有够好听的歌，是是不是一条？我那一只排名一点嘛？一点排名。哦，啊，这边风流。风流是秋芳几杯。哦，太好太好，在你的表情，怕我你来看，谢谢。烧酒一杯又一杯，饮落爽快的目要洗，爱要带娘来做细，大步爽快的自由。在酒酿来，一切阻碍总是爱人来，爱人啊，请你着等待。风流阿高兄唱了一点仔都袂风流，深情款款，声音足沉稳的，是足扎实的感觉。是，啊，若讲梁山爷这个歌声，啊，就跳到咱过金发大哥这个歌声呢，我就甲要点一条歌。啊，你去，啊，乱这个。何有あれ気にして？何が何をしたらね？私は来世世世世世。啥啦？我做手机啦，不是安尼机啦。手机。我是讲买手机啊，卡手机。接到。啊，你那里七多人把啥来个掏钱啊？啊，你去，你话你真的。OK。来就。我来，一杯。OK。一话 OK。一杯七。啊，你去。走。生活好人心惊惊，少年彼时满腔的热情渐渐的消失，一个人的命永远目屎啊，为何流袂？有路无处，茫茫前程，暗淡的人生。喂，老大，安怎？无情的人生是黑暗的生活，怎样？刚好饭歹食啦，煮无食着，命的话赌性命，不是啥？讲起面啊，论英雄啊，多讲迄样，秀，弯弯相报，哈哈，到路尾怎样？只有两条路通行，对两条。人是失去了性命，哦、就是爱落脚安尼啊喂。所以今仔日，安怎样？咱爱来干哦。是啦，无论是最苦干，袂歹赚好无？咱完应该好好来拍拼，忘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
这款的日子，哈，这款的日子，结论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才会自在啦。无尽的现实人生，让人心头冷。江湖兄弟，多情来作路，多命过的日子，轻飘来轮流，欢欢难相负，目屎啊，目屎啊。最后洗不清，过头换面，重新做人，好好过一生。你抱咧囡仔，即嘛什么情形？你看，伊唱歌吼，伊囝拢生出来啊，足长的啊！啊，这唔知从何走来。你讲真正平常时也无在听啦，听无啦。哎，专调好难得哦。哇，喊你来专调表，欢声一个歌一个，好不好？来，哎，加油！谢谢。来，过来，过来，点歌。已经就位，哈。啊，已经就位啊。嘿，看有啥物款的人生故事要跟咱分享一下啦。迷路呢？伊即嘛，伊即三千只唐老鸭哦，咱来用白种个好唔好？用唐老鸭个好唔好？你讲你今年几岁？你听我，我听我。他是我的翻译官哎。阿公，你几岁？无啦，我讲你今年几岁？咁多人无同款。好啦，歹势报我年纪，好大家知。啊，你要听什么歌？妈妈。来来，你用唐老鸭报歌名。哦，我妈妈，请你呀报掉。妈妈，请你呀报掉。妈妈，我爱。不行哎，你听我。想住的啦。是有什么款的心情吗？什么款的心情？你想哪袂想要点这首歌？这首歌是要送给我妈妈。为什么送给妈妈？因为当初是我还袂嫁的时阵，伊就真反对我的婚姻。哎呦。哦呀，是，惊你嫁了无好呀？对啦，嘿，无唔对，惊我嫁了后袂晓去共化这个家，哦，所以烦恼我。我讲你听，人个妈妈甲查某囝交代拢讲哦，去人兜，人若大声，咱就细声；人若细声，咱就无声。啊，等你无声，咱就足大声。无声，咱也袂使大声啦，你话袂假，哎。所以跟我交代的代志，我拢藏在心内。等到我嫁翁了，生囝，做人的妈妈，我才知影讲，当初是妈妈跟我讲的一句话，真正会让我感觉讲，伊讲的话拢是为了咱想。所以今仔做妈妈，我会当体会讲，妈妈当初是交代我的代志。真正是为我好诶，养儿方知父母心呐。我跟你讲，趁着这个机会，跟妈妈讲几句话。有啊，咩啊？谢谢妈妈。妈妈，当初是你交代我的代志，酒会袂用听。等甲结婚了后，做人的妈妈，才会当了解，做一个妈妈真正真伟大。所以，我点一条歌，妈妈，请你也保重，要送给妈妈你，妈妈，我爱你。若想起故乡，目屎就流落来。虽然是孤单一个，虽然
生路。如果我是真勇敢的，妈妈请你啊，阿婆婆。月光暝想的，写袂来寄予你。希望你平安过日，我的阿母。想你是强强离开，想你是强强离开。我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我是真打拼的，阿妈请你啊，阿婆着。再来跟所有妈妈，大家都幸福平安快乐哦！啊，这些歌送给所有做妈妈，希望你听了，你妈妈很欢喜啊！啊，你妈妈已经打电话来啊！有呢，看好你啊！现在叫我电话给阿姐啊！妈妈讲啥？啊，现在叫你的信号无讲介好，啊，你听较有呢，啊，你信号嘛无好，啊，哎呀，啊，规矩高级咯，啊，妈妈，啊，你的仔囝听了后，啊，感觉讲你当当时个交代话，啊，你妈妈不讲不跟你讲话啦。好啦，有感动啊啦，有感动。问你妈妈可要听迄个什么老歌啦？啊，好，先看，先来讲啊。哎呀，啊，什么？你对于老师迄条温泉乡的吉他非常非常的介意。哦。好老师讲，你会使当球无？你妈妈要跟你讲话啦。无啦无啦，啊，用好伊个看电视条。啊，伊妈妈要跟你讲个。阿姨，跟你认哦。哦，买啊！温泉乡吉他，郭老师，郭老师，郭老师。哎，这首歌真久唔捌唱啊。是。可以慢慢者。啊，头前爱画什么无？这个唔免。哦。温泉乡。水温泉哦。温泉。梁山老师都没画吉他。吉他。来，温泉乡吉他。谢谢。
打破了爱的窗纱，因阮思乡，珠泪滴盈盈。来，啊，我跟你讲，切一唱歌，莫开单，啊，切二唱啦，找无人，啊，啊每一工嘛拢无人，啊只有电话来你讲，空八八空空空落两吼，啊空地瓜，你哪解通？我叫你阿公，哈、啊。来来来来，你等嘞，来来来来，喂，阿仁东，你跟我来。你这你做倒头啊！你叫一个走人咧，你咧请新娘。我咧敲电话啊，敲电话，迄走人的代志，你敢走人？哎呦，今日要办圣事啊，我今日无方便啦。你对无方便，较正经嘞。我心情无，我请无新娘。因为啥那？你知影无？因为阮今仔日要来的人是女神，所以就要换我查某女神来请啦。我今日。唔只超神哦，无共准备来降价啊！无共准啊！我看你规身躯拢无啥清气啊！喂，你我卡住，是是是啦，对啦，啊人来来人来，拢来人客我拢带来啊！好，啊有什么镜头啊？这镜头简单，是，这边这个呢叫李亮锦，嘿，对，谁都假戏，全都是。好，大家好，这个镜头我一看到啥，即摆最近收红，迄个镜头就是讲一直站起来，牙手下骹就发声了。大家看。不要白讲啦！不，尖叫！哎，很有用。大家好，大家好。八点钟的女主角诶，是，我跟你讲吼，今日要看可能是人客，不是伊哦。啊！伊一日来，大家拢掠狂。伊有在问，我要来煲仔裤。好。啊，这个饲一只狗吼，看到狗提供拍，即摆拢袂汪汪汪。即摆拢安怎？拢袂哀啦，袂哀啊！啊，要来让太子甲收收咧。阮家的狗啊，即摆拢袂汪汪汪，啊，不过伊拢会喵。啊，来变喵啊！哎，这镜头来到咱家拢无问题啦，因为阮师傅哦，啊，真的太厉害咧。真的啦，讲要开演唱会啦。啊，无唔对。唱歌唔只听歌人的艰苦，讲要开演唱会。恁无听过我唱歌，有人听过我唱歌无？咁需要我即摆现场唱一条。等下唱。等下，小太子也听过来咧。好，阿免赶紧来请坐咧。先请。来，哎，先来哦，人来咯。一欢乐时都咚咚咚咚锵。都安尼，我伫咧等下久有啥物经营啊？不，今日来人。足特别的啦，足侪人，佫足红，佫足青的。有影所以你今仔日袂使讲唔对。一两个小姐呀。嘿，两个小姐。啊，八点档的吗？对啦。啊，李亮锦前辈。六。凤哥你好，凤哥你好。你什么叫我凤哥？太祖爷啦。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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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姜子你好。哦，我来办事办到七点五十就化册啊。是多要开始？不，你们无咧做，我就开单哩。好，那家足够无遮济人来，拢因为恁两个。有影哟，啊，你会使加签名无？喂，直接签名。对啦，你维护啊，你用签这不要紧啦，你莫叫我签猪皮，和你签猪皮和你就好。猪皮啥物件？机票啦，机票。你台语无好，你因讲猪啦，啊，咱讲猪啦。不是，卖个尽量卖个纠正哈。因讲猪票就猪票。猪票比机票较大张。坐啊！来坐哦。弟，要马上要开始啊！请神。请神。这神鼓咧请，你甲看。吼，安尼啊喂。来走喂。整甲整者，整休甲整者，整者。今日应该第几集啊？应该第几集？世间情，这个你今麦播出第220几集，有够好看的啦！吼，今天真好看。我说是全国第一耶！姜子牙，进来啦，是咩造呀？紧啊，出来！哎，柯展玉也搁改变咯。我跟你讲，柯展玉今麦是好人，是啊，伊今天就好人，今麦变好人啊！哎，甲佩佩感情是真的啦。啥囝，大家在看你耶？姜子牙，好啦，知啦。好未啦。来哦，新兵来哦！喂，哎，我是这个白痴大娇巴哟。
这替西宫，你当作南佛公哦。哎呦啊！我感觉哦，伊看到因两个哦，小可有咧笑啦。来啊！哦，来啊！我刚需要徛起。等下我来带你过。来啊来啊！快传快传！来，新兵来啊！新兵来啊！嗨，哎，兵少去一个，兵少去一个，哎哎。嗨，哎，得抽风机来抽啦。来，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来来来，小姐来，小姐。这个吼、這個、唱歌真好听啦，讲、嗯、要开演唱会啦。那一个白啊，飘鬼怪怪。也是白色的呀、啊，啊，滚出地出来去。李亮锦呐。我八啦。安尼哦。谢干净嘛。谢干净的。来滴演唱。我来滴叫做。我知啦，黄舒瑶啦。嗯。我拢在看。你做足长个，做到十点四十五呢。我十，因为我的目标吼是要甲八点档拍做甲电影同款，因为安尼才有收视来源，安尼才有财力来源。你是要讲国语还讲台语？其实我台语甲国语拢当混着。Sometimes I can speak English. Oh yeah, oh yeah. Okay, let me 走国际路线呢。Let me ask you, what do you want?I want her to sing. I want to be a singer. 是根本性格。要做一个歌星啦。我准备做歌星。做歌星是无用的。Concert. 伊刚要唱演开演唱会啦，但是唱歌吼还是有赞的，都听得会起高音顺啦。哦，真正的吗？要背起来哦。你的演技无问题。是。演什么会唱什么？我不管你演车名嘛，真行。哎呦，太猪拢在看哦。加熬，加熬。哦，恁两个迄个戏，哦，就赞你啦。啊，台主任，我咧看遐。哦，我今日人看就拍戏，但是看诶，心中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哔哔。哎，你莫学啊。你是看着倒一幕？是咱个心中安尼哔哔啵。你两小亲的吼，亲亲的。我无讲，我无讲。安尼啦，你做歌星，你是演唱会，你唱。清唱我唱歌，唱歌，先听看麦，听看麦，听看麦。今日要唱的歌，大家一定有听过。我讲足久的，我伫咧歌梯顶管做足久的功课，终于选到一首。来，倒一首，来。今晚还连咪要唱哦。你接来哦，老师刚对调。Can you? No problem. No problem. 啊，你江湘无吹了，来唱会出来。我顶天真噶，天真噶。我听爱浪唱歌，那个歌调怎么跟我自己有点不一样？干嘛干嘛，太祝福你了！太祝福太假！太祝啊！你甲张老师吼未拄啊好？哎，比较那个怪怪的。伊在那唱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哦，太祝今日喷去天顶。后来他在无唱科学小飞侠，后来变做科学赛飞侠。来来来来来来！乖乖，来过来过来。很不简单嘞，迄气拢无力气顶管。你是讲要出唱片？要开演唱会啦！啊，有人出钱无？无。你要搁介绍当然。你去高雄找林坤啊！哎呀，足无用的。哎，我当然足无用的啦。不要紧，即马电脑科技非常进步。你即马去录音的时阵，你乌白唱，你字若唱了着，伊电脑就给你约准。哦，啊！你也去唱现场的，你夹袂夹袂到啊？啊！拢当音乐，安尼就可以。是哦，哎，咁咧，咁咧，试看卖啊！我即马唱现场的，啊，大家来帮我唱舞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即马不用我，你搞我。有啦有啦，太祖爷，嘿，咱咧后面咧，我先小配合一下啦。你咧咩啊？唱些甜蜜蜜，甜蜜蜜。啊！你咧头前夹袂夹袂？我叫人甲你扶持一下吼。试看卖，试看卖。啊，老师，老师。我对嘴哈，新名安排新名。笑容。
哦，无聊包，无聊包。对，一拿 key 不在 key 上面，他连嘴巴都跟字不在上面了。哎，对对对。小弟，我跟你讲，你安尼来真省钱呢，你隔壁拢免请。是你放音嘛多，啊，请一个好音咩，甲你唱完就可以。哦，以前拢安尼啦。啊，所以讲吼，你木做你跳，麦古牙咧都会拢够有声。啊，但是你也对哦。是，今仔敢那个偷讲哦，麦有别人听着。好，你甲我讲。嗯，我都讲了啊。你讲了啊？啊，你古镇老乡每些拢听着啊，伊要出小品，你敢会买？大家拢唔知，恁敢知？拢唔知啦。都懂，都懂，都懂。我给你贴贴就好啊。一直就在，你姐，你姐，你姐，一直不了的，一直在被说，在被那个，哎呦，哦哦哦，好哎呀，阿姨爱吃冰吗？没没，你敢买吃冰？没中啊！好，你也都懂啊，你也不必解决，这是太注意啊。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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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啊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我坐这个红啦女主角啊。等等等等啊 ，baby 来 ，Jackie baby。哦，伊只狗咱只大只。伊哦。伊要抓伊只狗，伊叫陈佩琪啦。哎，只狗吼，拢安尼，逐工吼，拢拖冷抓钱使啦，慢慢好啦。啊，骗也袂当啦。对对对对，这个。啊，哎 ，Jackie 来，乖乖啊，坐伫伊啊对面啊，乖。你甲你的狗讲话安尼，这甲你的狗也是你的情趣用品。是安尼啦，因为吼，我咧做。狗啦。是安尼啦，因为吼，咱台湾做些流浪动物啦，吼。啊，因为这只 Jackie 吼，喜欢长毛腊肠啊，啊，我是去人家用来去收容所，伊差一点袂被我那住下，哎，死翘翘呢。啊，所以我甲救回来了，伊等那块宝贝赶快。啊！卡死哪里？卡死哪里？啊！因为吼，流浪狗啊，真好亲切。嘿，来，刚阮笑笑啊，流浪狗，我讲咱的狗狗吼，就参就是咱厝内底囡仔赶快，那个笑喵喵，不买不卖，一辈子永远不弃养哦，好不好？爱好不？要爱护动物哦。哦，佩奇就爱心啦。啊，是安尼啦，是因为我今仔是专工要来请问这太祖爷啦吼，因为前几工啊，阮 Jackie。在电视顶面吼，有看到一个画面呢，哎，有一男一女哦，啊，你拍狗啊，啊，拍狗，你改改改，啊，狗啊受伤啦，虐待动物，嘿啦，啊，阮 Jackie 都较无胆，因为较早阮那爸互欺负过，有无？心里有阴影啊，啊，所以自迄天看到新闻画面了哦。规工咧吐，规工咧啊，半暝啊，喘青屎啦，啊，即马哦，平常时拢是安尼，汪汪汪汪汪，熊熊然后变成喵，好惊啊，喵啊！野狗变甲变猫啊！你遐坐遐坐，你坐你坐，我买当坐啊！你坐坐你坐坐。太祖啊，你甲收惊一下啦！修仙呐吼！我说袂记，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叫小狼狗。我说袂记这里外口。你厝家的狗也无简单来看电视啦。嘿呐，恁家的狗会接电话无？哦，伊电话吼，伊虽然无手通我接起来，啊，不过伊拢会来甲我喵，妈咪接电话，妈咪接电话。嘿，安尼。太祖爷，这只狗厉害的所在就是目睭拢唔捌逆过。因为伊惊着啦。有新闻惊到啦！是啦，众生万物是，该是生灵啦。对，嗯，咱厝里饲狗饲猫的人，既然来个饲个，都要当做厝内面的人来看待啦。是是是是，唔好来个讲个虐待唔好。哎，总是伊嘛是怨气的咯。对，但你作为真好啦，饲起来你流浪狗、流浪猫，啊，甲带到个厝的，我记一个咧，互恁大家听。这是正经的代志。哎呦，一个查某歌星叫做江辉，嘿，一个查甫叫做费玉清，对，两个人呢，暗时也无代无志，拢会迄条狗仔饲了在嘞，一世界闹流浪狗，拢去甲饲安尼呐。嘿啊，而这两个人红甲变过红袂脱，哦，因有相当的爱心，是，啊，你嘛是真好啦。啊！你狗啊，收惊，要出来吼，太祖爷收惊你先啦。啊！我做神才久，唔捌甲动物收惊。无，我想讲吼，太祖爷遮尔那有爱心，普度众生。啊，这众生唔那是人尔，包括咱这个动物吼，万灵哦，拢是太祖爷这个爱心，这个广招之下，所以拜托太祖爷啦。啊，那阮这只狗啊，一尴尬嘛，你搞我喵喵叫吼，我已经开始怀疑我到底捡的还是狗还是猫啊呢？真好，要收一个。狗才是狗啊，你那。大熊来，我唔走无咯。文清啊，阿姐，哎，来，别来，阿别。你简单，人都会使收惊，狗啊嘛是会使收惊的啦。狗啊嘛是。啊，你连主人当在收哦，应该免啦。免免免。我可你姐，我较歹收啦。啊，你较歹收。我是收咧万年妖精狐狸精。
哎，画画，回家狗啊，吃吃好啊。啥狗？它变成爱做狗。对，安尼伊就汪汪汪啊嘛。哦，本来是伊变猫嘛，即马啥狗啊？伊食落了，伊就变狗啊。啊那。男的，我 Jacky 半暝啊，串棋赛啊，半暝啊，慢慢耗这个情形是变哪解决哈？这张符啊，就吃小小的，一切拢拢解决。对，这张那吃落就便秘啊啦。Jacky， 你要喝完哦，好不好？妈咪爱你哦。好，来。哎，大家一定不了解过，狗啊到底变哪吃符啊？对，真简单。大家一定不了解过。狗啊，到底要来吃糊啊？对，真简单。哈哈哈！哈哈哈！吃糊啊！啊，来啉一嘴。这拄啊，黄彩华啉过。照顾我 ，NG， 你为着这。乖，莫惊，妈妈饲你。哦，太棒！好好好，啉一嘴就好啊。试看卖无，试看卖无，来一刀切！快！太水呀，慢点，太水呀，慢些！哦，太高，太高了！龙伯龙，是，要介绍天王中的天王，是，但是两位少年家先来出场，到底来欢迎庄正凯、吴敬宏。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看旧影，异乡的话，想起故乡心爱的人，孤单看人生相，伊甘犹原是我的人。千年无算戆，若无缘，就爱诚心来相逢。牵着你走入阮的梦中，爱你的情意永远在阮心中。哦，孤独苦恼坚持微笑。
抱一抱啊！哎呦，哎呦，美女才有的。对啊，真的好。这三位今天这个贵宾看起来，刚才有特别整合过哦。是哎，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组了一个小虎队啊？哎呦，那吴奇隆的 feel 有没有？我觉得你领钢球花。如果说小虎队他们两个是 OK 啦，你也可以啊。可以吗？你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三个小虎队哪不搞？你两个是天机。我两个呀。哎，当变啥？五虎将嘛。哎，可以啊，弄有个虎嘛，虎虎生风。那个其实吼啊，我想讲带这两个阮豪杰的这个精英，是是哦，这两个真的是非常棒的歌手，一点爱好一昂。咱都要讲为小虎队，哎，试试看哦。是。恁三个找一个歌呢，三个试看嘛。其实阮哦，你要害我俊宏的像霹雳虎啦。霹雳虎，霹雳虎，霹雳虎，我是乖乖虎啦。你才是霹雳虎，我才是霹雳虎，我较乖。哦，我嘞，你啊，我蔡老虎。你家己讲，我无讲哦。差不多啦。来来，三只好，咱来听我的感觉先生啦。搞不好以后就是三个做一组。哎，真正哎。哎呦，啊，今麦是变啦。恁三个合唱吗？合唱吗？合作啊。敲一条歌来，我大家感受到恁彼此的默契，跟你这个班长整合过了啊。安尼哦。这个部队有啥物不赶快？我们是最新组合啊。来，是要选少年的歌哦。无一定，才力啊。我选一首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当然音乐出来，大家就会忘啊。安尼。叫做《无名乱歌》。来，到底哦。新小虎队来。虽有人过去，欢喜的笑声，繁华的夜街市，怀念你形影，无理由留你惦这，飘浪心事我。得伊分开接受无情的运命，情散缘尽，声声唱着，无名的一首恋歌，唱一句。情人写听，爱你的心永远牵挂，你敢会爱原谅我？会来原谅我。
连我自己都陶醉。好听，向前一步，向真正忙伊啊！相信每一个人听过，感觉无同啦。小虎队是啥物物件？小虎队呸！老虎队万岁！但是老虎队嘛，怪怪。我是感觉恁都喺个中国迄个，我都感觉草原的呼唤。草原三重唱，你管啦？草原三重唱，还看到原野。草原三重唱哦，草原上面有三只虎在跑，真好。哎，不错哎。我应该叫哎，应该叫做猪肉三明治。哎，丢啊！今天北拜，哥哥被猪肉嘛？今天北拜丢啊！叫上了魔镜的，就是上海的和谐度太厚了。真的，那就是默契。对。今天不是跟他带查甫来呢？哎呦！你竟然带查某来吗？我带这两只小老虎来吼，够外带一只小猫。哦，哎呦！林良欢，爸爸快点进来，林良欢。欢迎。Hello， 欢迎林良欢。大家好。再来继续妈妈休息，上来的各位，谢谢。咱有手纸，黄昏的小路，咱来也相偎。同期歌唱比赛，我们是啊，是我堂两位同期，我们两个是同期，好厉害啦！想到你们，慢慢变，我跟碰个同期，是是是，是还屁啦！那两个高中同学啊，你是的，哦，真的哦，高中同学啊，你是弄六百过六届的不？我在我的老师外头，今天这小虎歌友会超级相亲，给他来搞，好来。哦，咱每一回拢有滴小虎歌超级迄个歌手来搞，来甲伊签名。超级粉丝团，大家拢做好唱，大家做好唱。真正真正。哎，这边来，严应成先生，麻烦你来。来，脱个声，脱个声，过来一下。哇！你是来选举的哦？你的候选人出现。来。哇！来，别条件小虎歌，恁两个哦。哇！边个人无到唱的哦？嘿，真正的。可以讲一下伊。对我的感觉 ，OK， 好不好？来，预备。哎，你看我，他在做什么表白？你观众就好，你看我，你唔知有尴尬。安尼哦，嗯，这歌来唱，才唱会出来了。是吗？卖错啦。有小虎出的伊所有的歌吼，是，差不多每一块专辑哦，我拢有保存。是啊，应该差不多。八到无二十啦，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几，八九成拢会晓唱啦。尤其一挂伊才出道二十当前迄阵遐一挂老歌吼，哇塞，嘿啊，啊是讲咱也未甲偌含慢啦，咧唱小虎味嘛未歹啦，但是听到无？准备
好听的歌曲，是今生最爱的人。哇哦，好听！好，可以来瞧落去，感谢大家，谢谢。云中的月，半醒半梦，灯下的人，心头沉重。为你我心甘，为你我情愿，受你一生，乎你一世人。啊，只爱你。我结束了，唱唔对。啊，你听到这详细。是啊，就你要甲出完吗？你个对。福利提升预备。再要用一生戆戆蛋。嘿。啊。喂喂喂喂。阿伟，阿伟，我会晓。可以阿伟，阿伟，唱起，唱起。可以，可以，阿伟，阿。预备。心戆戆蛋。预备，起。戆戆蛋，不是啦，啥啦？戆戆蛋后边啦。啊，为着我怎样用一生戆戆蛋？啊哈，有梦无梦？先来先来先，当时有唱安尼啦。我是讲安尼比嘛，袂歹。碰过碰过碰过，安尼一二三个记落去，一二三一。愈老愈小，哎呀，赞啦赞啦哈！人今天不能安尼唱的嘞，来来，谢谢严先生，谢谢谢谢谢谢，哎，唱了未歹，小五哥你加油啦！今天你高雄人，你真要紧吼，高雄人今天咱是这个意气相挺，高雄加油加油！你几乎是代表恁豪记的歌手，嗯，我代表我们高雄的艺人，代表高雄艺人，哎，高雄啊，在这个遭受到气爆之后呢？我刚发生的时阵我就准备睡觉。
啊，我隔天一早我就到新加坡去做那个我跟阿玉啊九月十四号的这个演唱会。啊，我人伫新加坡的时候，我才知影讲这么严重。是。哦，我心肝是足痛，你知道？嗯。我昨晚诶，伫那边遐，我的许卡等于归来还公司的算单，说我要捐出30万。对。啊，虽然不多，可是这是我的心意。真的。然后每一场的赈灾活动，我都会尽力的参加。前几天7749天的时候，陈局市长说，我们不要再悲伤，我们把悲伤化为力量，然后重振灾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得到归宿，这样子。是是，这时要用几首歌要来鼓励大家，你要用什么歌来处理？要唱《爱情流浪儿》哦。那要紧，大家卖做流浪儿啊。对啊。安尼吼。是啊，大家拢有家可归。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归宿。是。啊，为您带来这首是《爱情流浪儿》，由阮三个老虎队哦，小虎队。爱情的流浪儿。今夜又是大雨，落落袂停，一点一滴亲像伴入阮的心，寂寞亲像海上的风影，一点一滴袂平静。人讲我的痴情付出无准算。爱我的心才会变得这么冷，相信是你对爱的本领，从此以后免行。我是爱情的爱情的爱情的流浪儿，只有相信是我的天意，也想过一步相思。